咱台湾建省啦，中华民国以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出来了，伫咱台湾家顶一个壳啦。一个啥呢？一个咱台湾的人民在一马把的生活啦。但这些事情呢，伊这个壳袂大，但咱党本身这一马心会大，一马这身躯会大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当然大到某一个程度。伊爱人活壳，你若无活壳的时阵吼，等于活出路啦。你无得出路呢，毕竟咧，至少说这个壳含啥呢？含只一百八百心吼，拢爱做伙翘起就对啦。所以今仔日台湾本土的民进党也好，台联也好，伊挖出来中华民国这个壳，来做咧生活，就伫家乡啊，相依为命啦。但这个壳，老实讲，那卖了时阵，因为卖大嘛，卖了时呢，这个芝麻巴就做死。所以这个道理是安，我阁无一样，阁好好。拜托。电梯要加线啦，啊，较会速度。我电流较强的款啦，做压过遐就对了吼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伫电皮中无电过了吼，诶，质量要电得较强一款啦，就磁场加较有啦。所以各位人嘛做诶时阵吼，第外面啊裁员啦，吼、哦，你若爱钱，甲我带一寡物件吼，迄带裁员，人拢带了了，留一寡呢。我裁员滚滚啦，过年诶时吼，有裁员滚滚，没有错啊，都滚到里面那边啦，对不对？我家己报你一点嘛落去啊，啊，所以。我讲你扛哦，因为安那呢？因为我有饲过鸡生啊，所以哦，还时间阁足宝贵。即轮唔爱讲吼，我讲咧，即个鸡生啊时咯，伊中华民国，伊即个扛的时咧，既然无多大，咱芝麻先就大先咯。即个扛啊，无要活咱芝麻继续活落先，活啥物？就爱活咱台湾民政府啦。安尼靠我拢继续生活嘞，你知吼？这七点零哦，七点的时吼，我讲美国的时阵吼，老实讲啦，早期的时阵呢，赶快二次大战以后，蒋介石二十万大军伫越南，但胡志明的时阵个客家的无多，伊啥呢？就法国的力把蒋介石赶出去，所以今日吼，今日越南面呢吼，抗日的时阵呢，咱。无出力的高人，所以要把中华民国蒋介石就赶出去，造成咱台湾六十几代人的悲惨。我记得咱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出面有个秘书长率领之下的时候，告美国。所以美国今仔伫咱台湾算作啥？你知影无？伊算作就好像是牧羊人呢。牧羊人，你若看电视知影吼，啊，地钱无啊，啊，一支锤啊，举来咱喊咧喊咧吼。来的管理员上面来管，人叫牧羊狗的管啊。虽然台湾的这个一顶啊，那羔羊啊，一顶真管羊啊啦，和国民党咧管的一顶狗啊咧甲咱管啊，牧羊狗咧管啊。这个早期的牧羊狗，还佫有咧听啥呢？听牧羊人的话啊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呢，起码我这批只牧羊狗的心哦，从招经营呢。伊不但领地只个羊啊，只个狗啊，只个羊啊，咧狗个呢，啊咧领地个交谈呢，就是咱只台湾人比只牧羊狗咧敢交谈啦。马记呢，够想要把咱只羊啊吼，诶，没有隔壁种呢，出别人呢。啊，所以我讲诶，奇怪个哈哈叔啊，咱起码目前咧管咱只羊啊，迄个名恁知影无？哦，知啦吼。所以我也免讲吼，较会拄好迄个牧羊狗吼，都咧关在一边啦。所以，伫美国的时阵，已经就发觉到啥咧？啊，这个牧羊狗已经无中意安那咧，无中意我牧羊人啦。就把这点咧求咱伊个，即个羊啊是个财产肖像哦。结果安那咧，伊用种种办法，啊，所以今仔就时机来临啦。因为就是咱个别个性咯。讲这个牧羊狗的脚踏架，你话你知阿无？所以开始呢，
有相当的变化，尤其今年内底有真大的变化，所以大家怎么等待，指日可待就对了，吼、哦，来等就对了吼。所以我讲，第三我各位甲各位讲的时吼，因为咱当初各位美国的时吼，我们有两个强项，一个强项我们在国安部，另外一个强项呢，就伫咱法院，但是咱两个所在比较弱。一个就是国务院，一个是国会了。因为咱无一个资源，含这个单位来保暖。但是呢，当咱各家这个话题的时阵，国务院是放弃抗辩权，都放弃抗辩权的先案来原告，所以提出的这呢，意思讲我们美国都认了啦。所以认了时候，咱就表示个人意。以前啊，本来是台湾控制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啊，但是呢，咱和迄个法律的资料相当详细，所以这不是政治问题，是法律问题啊。伊也毋是乌吉纳无共啊，乌吉纳是到尾是二十当后时，就1970年的时呢，美国用政治解决来向我日本啊，但台湾甲澎湖无共，所以这是法律的问题啊，所以呢。你国务院也是了，放弃抗辩权，那无形中让你再增加一个强项。国另外国会伫去年8月26号的时阵呢，伊那服务研究小组内底叫做一个中国台湾，然后呢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关系内底吼，甲你写作清楚内底重申中华民国。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啦。这国会是一个真清楚啊。你看看如公如细声。喂，这国会真清楚啊。所以我以我们两个强项又变成怎么样？变成四个强项。所以这是对咱台湾民政府真有利的。对间隔安那呢？就是时空背景都会转换哈，啊，所以在各位的时阵，你既然变成这强项要心了，大家必须要那有的信心啦。我讲各位，不管哈你来自何方呢，不管你是用啥呢，家己看网络来，还是亲戚朋友介绍就对了，这是大拢有这个福分，来这共同怎么样呢？共同打拼。你对着咱的秘书长，伊来带头来各美国了后时阵呢，可能台湾的局势会整个的变化。这个变化的时阵呢，咱来庆幸，讲我家己也本身来庆幸呢。有几十党内底的时阵，拢是对民进党咧行的是，拢行落街路，就讲啦，台湾是我们台湾人的，话甲几十党，话甲少声，这个有无？是不是来到人做总统啊？因即卖在幻想，那我监管就好啊。咱到人有你点位做总统，有阿扁做总统，有把台湾带出国际地位，有咱正常化无？为啥无？就是安那呢？因一个骨头唔知啊，骨头唔知啊。所以老实讲，今仔日咱有这幸运来加入台湾民政府的时阵呢，让咱恍然大悟啊。阮过去行入万隆路，是毋是呢？国民党五我青春十五冬啊，但民进党呢，搁较严重，五我青春都超过十五冬。所以今仔叫好在乎台湾民政府，虽然呢，大家共同底下呢，在咱秘书长率领之下，大家互相团结合作会心咯，来啥呢？来为台湾，就新台湾就对啦，来写这俩。历史啦，过去台湾历史，阮有写过，因为阮坐过牢，咱伫个泡泡即个国民党外来的政权，不公不义的政权，但是拢民主底下那呢，民主会当用选举来改变即个事实。阮早期要学迄个功夫，就是用买武力的，但是当地内底是割我了心哦，又我靠希特勒传，希特勒当初也是要用那呢，用武力。推翻德国皇帝，但是呢，入去坐牢才适当，出了了机会来底，
会当改变。伊咧参加一个拍布内底啊，拍布内底时吼，内底咧讲啊，讲以后就政党会选举，有记得选举的时阵啦，会当改变政体，免老会老弟的，所以希特勒拢行这条线路，发真大启示。所以十月当出来了时喏，咱啊民主伫咧选举，会当改变迄个政体啦。所以讲啊，我个天蚕变啦，我本身的这个天蚕变现象吼，就变上来本来是用武力的，但最后时呢改变，用啥用选票。免老会老天改变，但事实这个民主的时呢，都拍破的。原来台湾人说做总统，就把中国台湾的地位来国际化，啊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为了的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台湾就行法律的。所以我一点相信，讲这条路有理可以走遍天下，无理呢寸步难行。所以有时间的问题，祝福咱各位进来这高级班的这同事的心咯。咱就同心，咱协力，来共同打拼啊，写下台湾的新的历史的资料，安尼好冇？好，英雄多谢各位，谢谢我们的蔡老师啊，谢谢。跟各位报告两件事情，两件代志啊，拄好有登记要坐车的哈，请去楼下楼下。